十元，看一下十元，过了两年半的准备，看一下十元终于步上正轨啦！请大家持续给予更多的支持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哎，疫情完第一次出国，对，既然去泰国，我们今天坐星宇航空，推荐大家可以线上。星宇航空是我们其中一个观光景点之一，对。从第一个开始逛是星宇航空，好像比较兴奋，对，比去泰国还兴奋。大家也可以去看我的 YouTube。OK， 陈思雅米亚饼，谢谢。好，陈总，面对这个。是什么味道？泰国米的味道，就像日本会闻到酱油的味道，对，韩国会有泡菜的味道。对对对对，耶，换衣服了。对啊，泰国好热哦。现在要干嘛？排队坐计程车。他们有好多道，他自己停在那边，停在那，然后你再走出去，你要拿一个取票单，然后有车他才会有票。对，太好了，载我们，看看。这里是很厉害的百货公司，有圣诞树，有圣诞树。泰国人意外的很认真在过圣诞节。对，看一下，它有一栋两栋。那边也是的，对，总共三栋。这里好像信义区哦。然后带陈思雅来吃我心心念念的薯条，我跟你说真的很好吃，很足的酸奶味，它就是粉加超爆的。我酸奶很好，需要买一个手标。所以说，当你喝了手标之后，你就发现台湾的泰奶都是。我在台湾没有喝过任何杯泰奶。台湾的泰奶都是，对，都比不上。你形容一下泰奶是什么样子？比较浓厚，是茶味浓还是奶味浓？茶味浓，然后它是炼乳，就很像港式，有一点点像。陈思雅人生第一杯手标。Thank you, Thank you, Leslie。这是我心心念念的。啊，那我都忘记我到底有没有调甜度，它很。嗯，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就是薯条啊。啊，我评价很好，因为它冷掉了，这还是蛮好吃的吧。这个 cheese 很好吃，它的粉很够味。好，我要来喝我的。因为我太怕很甜，所以我选了30%，我觉得少糖没有。干嘛？你不可能讨厌啊？我觉得你像早餐店奶茶，哪有啊？你喝一口，你喝一口。我觉得你不能调甜度。你炒了一个感觉，你喝这个。这个有一个味道，有味道，对，有味道，炼乳吗之类的吗？其实还蛮好喝的，感受到它的茶味。对，其实茶味很香，跟台湾的有点不太。对对对。人走来走去了，很有涩谷的感觉，有很有很有，还有那个民众也是这种感觉。哦，对，我们好久没有这么多人，我们要去那个 Matchbox。这出国买就很容易无脑买东西，然后买完就立刻忙就想，没错，这才190泰币耶！你好喜欢这个颜色，我喜欢啊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可爱。泰国还蛮好买的，对啊，有种魔力耶。这里是非常多日本人的区域，那个痛捧跟痛躲很多日本餐厅，我觉得对你来说非常的友善。觅食，七夕，它是卖鸡白汤。这个拉面是我3年前来吃过的，印象中非常好吃的拉面。我记得我好像也是吃这个蛋，但是吃浓，因为蛋呢没有护膜。今天好冷哦，20度。我们现在等我们的车车要来接我们去动物园。他看了我一眼。
好可怕哦，他离我好近。嗯，他好像恐龙哦。好可爱哦，好像松狮犬。哇，好青春哦。哇，拍照拍照，你在那边拍圣诞节，这个人在拍什么？我好可怕，我不敢跟他对视。哎，我要走了。你不觉得他的五官偏可怕吗？要来打森林中，迪士尼那种感觉，印第安纳琼斯。我的一个我决定赞助诗雅去跟星星拍照。一家了，你看你好可爱，哇哇，怎样？他亲的时候有口水，可能是亲面。他感觉亲是有点认真认真在亲的，然后还会撒花，放感情进去，很喜欢呢、欸。我觉得这。这是一定要来的，Number One 推荐。第二个行程要来看 BNK48 的演唱会，今天是他们一期生的演唱会，来到了这个应该是他们的展览中心吧，希望今天大家顺利。好大，超多人的，呜呼，这个观众席感觉有点可怕。第一次去庙吗？对啊，要先搭船。买票100块。变身泰国女生，我们四个都选那个亮亮眼睛。对啊，因为感觉是泰国要饱和度高一点。对对对。但大家记得要杀价，就是要装犹豫。装了，我考虑一下，因为本来300，然后变成200。200，然后说可以便宜一点，然后反正200，我们就说 OK。我们刚刚发现一件很好笑的事情，就是换衣服的地方都没有镜子，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，而且只花了5分钟吧。看一下石原，看一下石原。石原现在要去 Big C， 泰国的大润发的感觉。那芒果干都可以试吃，我再帮他买欧米亚。
在这间店消费满1000元，可以来二楼拍拍贴。噔！哦，我有床，小浴缸，文青风的饭店。Good morning， 我来了游泳池，耶！好可怕哦！蔡东东，我都不敢过去。想回家。